大家好，我是蘇海林，咁我是一個長跑教練嚟嘅，咁咧我同我屋企人咧，咁都好中意做運動嘅，咁啊放假時候啦，我同我個太太啦，同埋我六歲嘅仔咧，都會去行下山嘅，咁咧有時都會去呢個巴崗山同埋紫羅蘭山啦，咁我覺得都好適合家庭會去嘅，咁首先距離唔係好長啦，咁大概5公里，咁啊有啲上落又可以同小朋友練下腳力啦，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行嘅時候咧，咁啊風景又好靚啦，可以望望到大潭水塘同埋赤柱嘅成個環境啦，咁所以咧我係好建議大家去參加呢個紫崗挑戰賽，咁一齊去做下運動啦。